哎呦我的妈呀！归隐来去无影踪，灯火明灭起阴风。大家好，我是陶宗开，又到了每个礼拜一鬼灯奖。在韩国，有一个人去登山，然后呢，他要拍日出，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日出那一瞬间，咔嚓拍了一张他跟日出一起合照的照片。但是这个时候，灵异事件出现了。哦，在那张照片里面不只有美丽的日出，还有可怕的灵动现象，请看照片。好，不要。哎，看到下面没有？就是20年前，这个人在那边登山，然后坠崖往生啊，在那边往生。然后他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他下角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照片。可是呢，就有人质疑啊，说：“哎，你这个是假的，是不是假的？”对。可是问题是，他的后面那一块是一个断，而且你看这个照片的样子跟那个山难者有点神似，雷同啊，鼻子也像，对不对？对，神似。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大家称之为灵动的照片。啊，有。我们马上推出一本，请看，注意看。出现了，没了，哪里了？白白的，已经出现过了。对不对？在左上角吗？有吗？哦，刚闪了一下。注意看啊，请看右上角，右上角。我看，出现一只手，我看到一只手伸出来，是有哎，你们看到一只手伸出来，出来，没看到，老花，右上角，你看，现在没有，这放大影片哦，一只手伸出来，看到没有？哦，哎，才在动，哦，有，好恶心哦，哎呦。这也太清楚了吧！我这个机嘛大机哦，我回家。哇，伸出来！好，这是一个神社，他们在消灾的一个仪式啊。然后在拍的时候呢，不经意发现。一开始都没有，发现一只手指慢慢伸出来，一个灰色的手掌，意味着什么呢？是要问赵正平。谁什么？我讲一个那个赵正平，突然 cue 他，就会这种。你要讲，我来不及，来不及。因为他都在想别的事情。我讲一个，我刚从昨天刚从上海回来的一个事情。你又遇到了。而且这次有看到，你对，一般来讲啊，我们在饭店切个印都在一楼嘛，对不对？对啊。哎，没有，我们那天要到40楼切个印。哦 ，OK。不会说我们到40楼，他说那是 VIP 楼层的什么的，高的。对，那后来好，就我被安排到37，那另外一个艺人安排到38。好，那那个时候我就讲，我不要住边间，我有跟经纪人讲说，跟他们讲我不要住边间。对。然后他就那个帮我们切个印的那个服务台小姐讲说。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边不边间的，就这么三间，就是他那个楼层三间睡是给商务套房了，是很大的。我说哦，是吧？好吧，不然这样子，那经纪人就讲啊，不然你先下去看37楼那个房卡给你，你如果不行，就是边间不要，那跟我换，就换经纪人房间。好，我就想说无所谓，就先下去。先下去的时候，我也是照大家的规矩啊，敲敲门啦，是吧？什么的，我把我房卡插下去，灯就整个亮。我开始寻那边走了一下。走了一下，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当天很好睡，因为我在那边3天2夜，第二天就不对劲。我一开门，一走出去，我头才抬起来，就看有的人站在那边，然后再差一秒，换房间进去。可是不对啊，那个楼层如果没错，只有我一个人住。我当时又想说，是不是眼花？又没敢想太多，要不然这样的话，当天录完影，我没办法回去睡啊，我肯定不敢嘛，我也会怕。结果呢？结果呢？
我晚上睡觉我会听到隔壁间，我不是说我这边的隔壁间，会听到那边木板门的拱拱拱拱拱拱那种声音，我奇怪为什么这样。那我有试图到我的房间打开那个衣橱，哎，衣橱有没有东西啊？我有感觉你的牧师想要跟你聊一聊。OK 的，没问题，我明天要去教会。看起来清澈的溪水底下竟存着致命的危险，高群亲眼目睹狰狞鬼脸，在拉斯维加斯的路途上擦枪走火的枪支引发一连串怪事，厕所传来祖孙嬉闹的声音，让张奇慧整晚无法入眠。不幸在工厂里往生的学生，从此让工厂的夜晚就此不平静。他们无所不在，让我们一一告诉你哪里会是他们停留的地方。火车连接处不仅危险，还有更恐怖的事会发生，千万别逗留。这个是发生在我刚上大学不久的时候，然后我们常常因为住在学校嘛，那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礼拜一嘛，礼拜天晚上我们大家就回学校，就几个朋友就相约，那好，我们就要在新竹，那我们就干脆就从台北坐很晚班的火车回新竹好了。以前的火车车厢跟车厢中间是两边门是可以打开的，那大学生很常就大家就站在那边抽烟啊聊天这样。然后那一天我们三个就是坐火车坐到班，说其中一个就说，那我们去坐到那个边边，坐到那个车厢跟车厢之间，我们去抽个烟聊聊天好了。那我就说好，我们三个就走到那个车厢的中间，然后旁边两边是楼梯，然后两边的门我们就把它打开了，我就站在左边的这边，我就站在那边吹风，突然间我就听到我旁边的这个人，就是站在中间那个人在尖叫，就是啪那种疯狂的尖叫，我就被他吓一跳，然后我转身看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叫，然后我就再看右手边那个人，他本来是坐在那个车厢的那个楼梯，要上火车的楼梯上，他整个人是腿软掉，一直在往后这样往后爬往后爬，然后我去赶快把他扶起来，扶起来的时候我旁边这个人还在发抖，站在中间那个还在发抖，我就问他们两个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们俩就脸色是铁青的，都不跟我讲怎么回事。当天晚上他们两个就开始吐，轮流就有人吐，哦，吐就算了，隔天早上他们两个发高烧都没有去上课。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事情不太对，那旁边的朋友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都两个都不讲，就是一直摇头，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呢，当天隔天的下午呢，他们两个就请假回台北，因为高烧，两个就回台北。回台北之后，我们就大概那一个礼拜就没看他们回来上课。那等到他们回来之后呢，隔了礼拜他们回来学校之后，我就问他们呢，因为他们气色就好很多了，我就问他们两个说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说那个时候一边是坐在楼梯这边这样坐在那边抽烟，后面站一个同学，他们两个同时看到火车的门边就一只手这样搬进来，就先看到一只手搬在门的边上，然后是烂掉的手，搬住之后坐在楼梯的那个人，哦，我现在讲有点鸡皮疙瘩，坐在楼梯的那个人看到那个手瞬间停了一下，然后再下一秒就看到是这样扳着手，这样扳着手，这是门哦，同学坐在这边扳，一只手扳住之后，下一秒一个全部烂掉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就从他的门前面晃过去，然后坐在楼梯边那个人看到的瞬间是他不是很确定，但是让他确定他没有看错的原因是因为在他后面的那个人开始尖叫，开始尖叫，然后叫的时候我就这时候就刚好是我回头看到他们在尖叫，下面那个人是因为他被那紧张吓到，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是整个人腿软在往后爬，然后我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景象，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是他们两人收惊，其中一个才说就是其实这个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车厢连接处的阿飘是何来历，让他们吓疯了，他在给你暗示别睡了。然后我那时候突然脑筋就闪过一个画面，就是小姐您的外卖来者何人，仙侠世界
知道怎么办，所以他是整个人腿软在往后爬。我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景象。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是他们两个收惊，其中一个才说，就是其实这个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火车碾死的一个人。然后呢，在他们看到之后就一直跟着他们。那同学就问他说，我同学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看到跟着我？然后那个老师傅就说，因为被火车碾死这个人，他要连续一年之内要三次有人看到他跟着他，他才可以超度到来生这样。所以以前年轻时候，我们常常很喜欢坐在那火车那个上车厢的车厢那个楼梯，对对对对，因为它那个门是合不起来的，可以开啊，对对对对，以前的设备没那么好，就是慢车，对对，应该讲是慢车，常常有人就这样打闹就掉下去了，就掉下去，真的，以前发生过。工厂里的怪声音，大家知道我是南部嘉义人。嘉义水上知道，对，嘉义水上。那这个故事是在南部的一所这个高工哈、那个职业学校，流传了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哈、因为一般这种职业学校啊，学校会有让学生实习的工厂啊，那这所高工呢的这个工厂呢，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个很骇人听闻的命案哈。有一个学生因为感情的问题呢，就在这个实习的工厂里面呢就上吊了，就自杀了。那从那以后呢，这个工厂呢就常常会有一些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哦。那这当中呢最让人家吓破胆的是这样子，是有一个同学呢，他国中的时候功课很好啊，一直都常常就是前几名。那本来是应该去念普通高中升大学，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但是因为家里面经济非常的困难，那小孩子也很体贴，觉得说应该念职业学校，那赶快能够毕业赚钱，可以帮家里面负担一点家计。但问题是这个有的人会念书是这样子，文科很强，但是你要他去做工科的事情呢，他就做不来啊。所以呢每次在这个工厂实习的时候呢，就是被老师骂啊，说他没大脑啊，猪脑啊，常常就是给他零分啊，因为他的作品呢，他们工科不外乎就是车床啊、模具啊等等的，就没一样搞 OK 的。他自尊心很受伤，因为在国中的时候，人家都很称赞他、肯定他，觉得他是未来可能是当医生、当律师之类的啊，但是就是都不 OK。那这个学生好胜心很强，所以经常呢就利用半夜的时候呢，自己呢到这个实习工厂里面去呢。就自己在训练自己，看能不能东西弄好一点。那有一天呢，那个凌晨2点钟睡不着，因为他是住校生嘛，就又进了实习工厂，打开这个砂轮机，大家知道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车床砂轮，来磨金属啊，刀啊什么的，都会用到这种砂轮机。那可能是因为太累，还是说之前因为有人上吊过，冥冥之中一种邪恶的力量在驱使他。他就这边弄着弄着弄着呢，突然就觉得一阵疲倦一阵恍神，而且感觉是有人压着他的头，这个力量就让他整个头就埋进那个砂轮机里面那很惨哎，而且是半夜也没有人可以救他。等到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一大滩血跟一个冰冷的尸体了，因为那已经就早上了嘛，被学校的这个教官就发现了，那人就这样走了，而且走了之后死相很惨，因为就只有半边脸。好啦，那在经历这个命案以后呢，这个工厂呢更是鬼影幢幢，但是学校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拆掉工厂嘛，只能够在校内消毒说同学们不要紧张，你们听到都是传闻，根本没有这件事情那久而久之当然大家就会淡忘。过了很多年以后呢，新任的教官来了。那新任的教官当然不会知道说这个实习工厂有发生过什么古怪的事情。有天半夜呢，经过这个实习工厂，怎么听到里面有这个机具那个机器在启动的声音？不可能啊，都已经半夜了，还有哪个同学这么认真还会在里面打开机器所以他想说，教官的职责嘛，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状况如果有同学的话，也要叫他赶快回去宿舍，不要在这边搞那么晚。那他就
小心翼翼打开工厂，打开门，看到一个男同学，但是那幕景象把他整个吓呆了。这个男同学，他是在操作那个砂轮机没有错，可是砂轮机你应该是拿一块铁还是什么东西在弄嘛？他不是，他是用他的脸在磨砂轮机。哎呦，在磨砂轮机。好，那这个教官整个吓到哈，夺门而出，好，一直撑到早上，问了那个学校的老师跟同事，好，讲了那个人的大概的特征长什么样子，一讲老师那个比较资深的老师都知道，就是当年那一个，好，在操作机器，被神秘的力量搞到半张脸死掉的那个同学，结果就是撞到鬼嘛。后来在真正请法师来解决之前呢，还发生过一件大条的事情，就是因为发生这个大条事情以后呢，才请法师整个去净化。这大条事情是什么呢？也是新生啊，新来的同学啊，当然因为学校不就是会禁止这种传闻发生的嘛。这新来的同学呢，他也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呢，要上厕所啊，然后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在敲他的厕所门。那谁呀？谁在敲门？没有人回应。那怎么可能？我刚刚明明在这间瓷器工厂，就是我一个人而已啊！到底是谁？然后叩叩叩，又敲门，他又讲谁呀？还是没人回应。那想说奇怪，啊，好奇心驱使呢，他就弯着身子啊，要从那个缝看有没有人的脚，看半天，一直专心看，没有脚。这个时候突然从天花板传出一个声音说，同学你在找我，抬头看，那个半边脸的就在他头上面，就在天花板上面，同学你在找我，半边脸还滴的血。然后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呢，逼死学校把这个工厂就拆掉了，重新净化以后把它迁移到别的地方。到底是神玉林讲比较恐怖呢，还是啊Junior， 如果是神玉玲，就请按灯，一、二、三。神玉玲，拜拜。这间饭店你绝对不会想住。我要讲的这个饭店呢，是我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拍了一部戏，然后到高雄的一部饭店里面去住。那当天晚上呢，我是跟另外一个女演员，我们两个住一间。我们那时候住在第十二层楼的时候的其中一间房间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样，就例行惯例，就是敲房门，然后就说不好意思，今天要打扰了，这几天打扰了。开门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行李放好，然后我们就听到了厕所上方，应该就是甲板中间有发出些微铃铛的声响，然后那个铃声不会很大，我记得那时候不会很大的铃声，但是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收工，然后我还没吃饭，我想说，哎，佩姐，我先去，那个女演员叫佩姐，我说佩姐，我想先去买个东西，那你等我回来一下。那我在出门之前呢，那个铃铛声其实就已经没有了，没有之后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之后。佩姐呢，她就是用那种很有点吓到的感觉的口气，她就说：“哎，齐慧，我能不能把我的护身符放在厕所里面？我想要就是把那个护身符放在厕所，我想洗澡。”然后我就说：“哦，可以啊，没问题啊，怎么了吗？”这样子，她说：“没有，你出去的时候，我听到那个铃声还是持续有。”她讲到这个铃声持续有的时候，厕所铃铛又响了。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是快有点想说，我到底是要把我的圣经拿出来还是要怎么样。我那时候想说，好，那我就先把我的圣经拿出来，然后我就请佩姐先去厕所洗澡。然后洗澡之后呢，铃声就是一下有一下又没有，一下有一下又没有的。那我们想说，好，那两个人都洗完澡了，要准备睡觉。然后我就跟佩姐说，我说佩姐，你要不要把那个电视跟灯关着，开着，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其实都可以睡得比较安心这样。她说好啊好啊，这样也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当天就没有想太多，就隔天我有早班的戏，我就先出门去拍，那留
佩杰在房间睡觉。中午的时候呢，我接到佩杰的电话，佩杰打给我，他的声音是那种有点是很挫的那种感觉。他说：“哎，那你昨天你有关电视跟关灯吗？”然后我就说：“嗯，你不是比我晚睡吗？你怎么会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关嘞？”他说：“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电视跟灯都关的。”然后我就说：“哦，没有啦，应该是那个饭店的断电系统。”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已经问了饭店了，饭店没有断任何的断电系统，而且那个饭店是非常非常老旧的饭店，一晚300块。”他说：“我可不可以先就是我们先换房间好不好？”我说：“哦，怎么了吗？”他说：“没有，因为我今天就是早上出门就是。”中午去买早餐回来吃，然后我吃完我就睡一下，然后睡睡睡的时候，他就说他听到了厕所传来那个小朋友跟那个妈妈的笑声，还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就是在讲话。我说：“你确定是我们厕所传来的吗？”他说他听得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前面的房间跟右边的房间是没有住人的。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你是有听错吗？”他说：“没有。”但是我还是，他说他听完那个厕所传来的声音之后，他又继续睡。然后我就说：“然后嘞？”他说他睡之后呢，他就听到我们的房门口有那种砰砰砰，就是一个人在来回踱步的声音，而且是那种很急的脚步声。然后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是不太对劲。然后我就说：“好，那你把东西搬一搬，然后我们换房间。”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换到11层楼，那时候想好那就11层楼好了。然后刚好那一天呢，佩杰他在高雄的朋友去找他，所以他就不在高雄，不在房间睡觉。然后因为我在写歌嘛，所以我就是随身带了一把吉他在身上，圣经一样放在我的旁边，我就写。那时候2点多了，我记得。然后我那时候突然脑筋就闪过一个画面，就是，哎。该不会要给我断电视了吧？就我这个一闪过去，电视啪熄掉了。然后我那时候鸡皮疙瘩，我整个是毛起来的。但是那一天隔天我是必须要拍戏，然后当天我也是拍戏很累，然后又要写歌，然后我想说，好啊，既然电视都关了，我就赶就不管了，我就硬着头皮睡觉，就我就睡。然后之后我就梦到了一个是有一个女生，感觉是长头发的女生，因为其实我知道什么叫灵体，灵体我已经看过2次了，灵体是黑色的雾团，然后她其实是你不知道她的脸是什么样的形状，你只知道她是一个很像是男生或女生的一个灵体。我那天看到一个女生，很像女生的灵体，她就我是梦到她就是坐在我的床沿，然后像我这样冲过来，然后我那时候冲过来的时候，我就吓到，我就大叫了一声，我就起来，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是？就原来是梦，那梦是还好，但是我已经有一点是，我已经六神无主，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又很累，然后我想说，好吧，那不管怎样，我就硬着头皮睡这样，然后我就睡，然后又好不容易又睡着，睡着之后我又是梦，然后我就梦到有2个男生，他们在喝酒。然后他们要请我喝酒，然后我想说，哦，好吧，那我就喝好了。而且那个我觉得是感觉是很真实的，我就把他们的酒杯拿过来，我要一喝，看的是红色里面的鲜血。然后那两个男生看着我，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倒下去。然后我那时候是完全整个大惊醒。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的床单跟棉被我没有在公生球，我的背整个头发是湿一片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到底还要不要睡？然后我就觉得，好啊，没关系，你们要这样子。然后我就继续睡，我又睡着，我想硬着头皮又睡，我总共睡了3次睡着，睡。然后之后就开始被压，然后压。我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天亮，然后我要去拍戏了。然后当天呢，我去片场，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工作人员问一下，到底就是。那一间饭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一问之下呢，11层楼跟12层楼都有发生过命案，而且12层楼，而且这个命案我不能讲，但是这2层楼的东西都是我梦到的东西。对，然后很多人都对，有很多人都知道这间饭店。这就是我本来是不想讲的，对。是你梦到。
对，梦到。这导播看一下他的手，拍一下特写，都是湿的。我现在背都是湿的，这里都是湿的，我不太能讲这个。我的妈呀！对啊。我想问一下，那饭店你有没有去问？真的没有断电系统？没有断电系统啊！我住过，我以为是断电系统，我是半夜到一半，啪就全没了。没有断电系统啊！我住过那个饭店啊，就是都住过。然后他其实他那个饭店就是有剧组拍戏，大概都会在。在哪一个县市的？高雄。高雄县市。然后剧组的工作人员晚上喝酒喝到爆。哎呦！早上起来是就在床上，然后旁边人都不知道他已经死掉了。上期会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哎呦，果然汗不是白流的，来，都是那场车祸闹的鬼。那个时候啊，大概就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在洛杉矶念书啊。洛杉矶我们大家在念书，大家小留学生都知道，很爱去玩，很爱开车到处跑到处看。我们那一次呢，就是准备今天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去哪里玩啊？不然去拉斯维加斯赌城好了，我们去赌城玩。那个时候呢，就有我们的一些同学啊，这个呢是一个护士跟医生，他们是一对的。一对的这个男女朋友，加上我们几个同学三个，我们五个人呢，就租了一台很大的修旅车，啊，就啊开啊，边走边玩，边走边玩。所以大家都知道，那赌城很远，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要开车要开4个小时。然后中间呢，我们就看，有一个那个告示牌，写说靶场往这边下去走。那我们说，我们没有打过靶，我们没有打过靶，要不要去试试看，去玩玩看，玩枪玩看看？但他那个靶场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全部四周都是沙漠，然后呢，很奇怪的是，右边有一个教堂，然后右教堂的旁边呢是一个所谓的殡仪馆，就是因为知道美国都是有那种私人的殡仪馆，帮你收这个镇的一些处理一些后事的一些地方，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靶场，然后我们想说啊，没有玩过枪，几个男男女女就很开心，然后呢。就开始玩了、从这个所谓手枪开始，啪啪啪啪啪，不好玩，在玩那个大型的步枪来了 ，M4 的步枪，女生这样啪啪啪也很好玩啊。女生有一个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护士的朋友，他就很开心，玩了好好玩了，这样啪啪啪啪，我好帅，然后把这个枪呢就背在这个肩膀上，说要不要帮我照一张，这样帮我照一张，照一张，就在那边乱玩，就没想到他在背的时候呢，然后。靶场里的快乐气氛，在下段节目里将猪羊变色。双脚满无伤痕，他去了哪里？这是白的，你这白那个嘴唇是黑色的。这个摸是哇，像滴滴啊，好像那种冷冻库那种拿出来退冰一样。哎呦，吓人！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个枪呢就背在这个肩膀上，说要不要帮我照一张这样？帮我照一张，就在那边乱玩，就没想到他在背的时候呢，然后前面的人我们在帮他照相，他的男朋友就手很贱，他就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枪不是在这嘛，然后他的扳机在这，他直接就往那边这样按了下去，没想到这按下去不得了，啪一个就出来，因为他根本没有清枪，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清枪，所以那个子弹呢就直接从他的耳朵这边削过去，就这样削过去，很大一声啪，大家都吓到，我们甚至连那个所谓的相机都整个都掉下去，说哇塞怎么会这样？但是还好，因为他挂的枪口是在这，所以其实出去的时候呢并没有打到他的脸，只是他就觉得说，感觉好像很害怕，好像被吓到，有点三魂六魄不见了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点。本来很正常一个人，开始有点这样晃神的，这样啊，眼睛你看他都飘飘，你还好吧？还好，就是眼睛都这样飘飘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其实非常容易出灵异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后来有朋友跟我们讲过，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左这边呢是有一个教堂，这属于天堂嘛，天，好，然后在这边是这个殡仪馆就是地，就是地下的事情，天跟地，然后我们这边这个靶场就是人，所以天地人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阴阳魔界的意思，在那边非常有很多的是所谓上天的东西，下面的东西都会在那边穿来穿去，而你当有就这样啪一个被紧张吓到的时候呢，其实你的三魂都会跑掉，很容易就有一些脏东西进来，然后我们当场问他说你还好吧，那个女生就说 OK 还好，她说好了，不然你等一下我们来开车，你男朋友开车，然后你就坐旁边，我们三个人坐后面，我们再往赌场那边去走好了，再继续上路去走，然后就开，奇怪，
礼拜四的下午我记得，然后应该不会塞车，哎，开始塞车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就看，哎，是怎么回事？原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去赌城路就是这边一条去，这边一条回来，然后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塞住。我们想说，哎，怎么会塞住？然后就发现，哎，应该是车祸哦，原来是车祸。开过去的时候就说，哦，是车祸，车祸，而且看到应该有看到一些血迹，应该是蛮严重，整台车翻过去。然后呢，都压扁，整个一个那个箱型车都压得很扁，扁扁的这样，扁扁一台。然后看到里面要再锯，你知道，因为锯那个里面人都可能卡在里面，整个尸首什么都卡在里面。然后看到那个消防队在锯，我们就慢慢经过，啊，就正在我们经过那个他要锯的那个同时，这个护士出事了，他就发出了一个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我脑里面的一个声音，他就叫咪妈。你知道吓到，而且非常的慢，非常的大声。我说你还好吧，你还好吧。然后忽然回神过，哎，没有啊，没有什么，没什么。我刚刚有怎样吗？我说有啊，你刚刚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大家一台车都在讲。他说没有啊，我没记得，没有，可能是刚才睡觉发出的这个声音吧。啊，因为刚好，可是他是刚好在这个车子要经过这个车祸死亡的现场的时候，他就发出这个声音，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太对。但是看他问他又觉得还好，摸摸他都什么都 OK。好，那我们一行人就到了 Las Vegas， 然后 Las Vegas 啊，大家就开始玩了嘛，就开始啊喝酒啊赌博啊。可是呢，很奇怪，这个女生本来不会赌扑克牌的，扑克牌一个都不会，顶多玩玩二十一点。她那天忽然说她要玩扑克牌，而且每战币，每战币，哎，来补什么牌啊？什么牌就中啊？比如说 S 来就中 ，K 来 K 就中，哦，赚了，我记得大概一个晚上大概3000块，美金吧，大概10万块台币。那哇塞，这是第一次晚会。你怎么就会这么会玩，很厉害，是初学者的运气吗？他说不知道啊，在叫我该补的时候就该补，然后叫我要，我就有冥冥中好像有那力量叫我要推出去，要 all in 就 all in， 然后呢该丢牌就丢牌，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想说，哇，那可能是运气好了，第一次这样子吧。然后大家就反正赢钱了就很开心，然后就要从 Las Vegas 又开车开回来，因为已经玩到礼拜日的晚上。然后呢就是那么奇怪，我们刚刚不是讲嘛，一条过去一条回来，我们就在这个回来路上，然后女生就说：“哦，我开，我现在精神很好，我赢钱很开，开，然后又开到，刚刚好开到同一个路段，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同一个路段？因为他的那个残骸还没有被搬走，人已经拿走了，但车的残骸在，我们才正要，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正要只说，哎，我们昨天那个车祸在往左手边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又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嗯啊哦，然后她在开车，整个就这样。”大回转，然后呢，右前轮就爆胎，我们整台修理车就像在洗衣机里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三圈就整个翻到这个所谓的那个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个平地上，啪啪啪啪，我们全部都这样头一震的时候，然后门打不开，因为它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门有这个所谓的安全系统会卡死，你只要一变形的话就卡死，那玻璃就全部碎掉，我们大家就从那个门的玻璃那边爬出来，然后赶快大家冲，因为怕会爆炸。就跑冲，就那样冲很快。啊，那女人还冲了第一个，因为她开车的，很奇怪，她就冲到第一个，冲到最前面去。然后她说：“哎，你还好吧？还好，还好。那个车是非常坚固，整个没有像之前那台车一样整个压扁，因为它前面上面可能有钢梁，所以呢并没有被压扁。虽然是翻了很多圈，但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吓一跳，因为如果再往前100公尺或再往后100公尺都是断崖，刚好那一段是凸出来的一块平地，我们就大家吓到哇！然后后来很多车就停到我们后面。”哎，要不要帮你们叫那个119119，然后119就来啊，一群人我们就很紧张，然后手又在抖，一直在抖，一直在抖，然后就上了这个救护车以后，就送到临近当地的医院。然后送到临近当地以后，因为我们几个伤势比较好，但是他的这个女朋友的伤势比较严重，然后呢，我们就大家看，然后他女朋友又发出了这个声音，咪咪嘛吼，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很奇怪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所以加护病房里有很多这种不同的伤者。他刚好睡在一个刚刚要走的一个老人面前，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当他那个老人哔，那心跳器哔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发出这个声音了，我们就吓一跳，我说：“哎，会不会是你？”那个医生就说：“你会不会是因为他在这个人要快死的时候，他的这个肌肉啊会松弛掉，所以呢从身体里面发出一股气，所以你会发出这种声音，然后你接受到这个讯息，有点像。”这个 radio 有点像收音机一样，你接收到这个旋律，接收到这个频道以后，你会跟着它发出这个声音。那我们说，哦，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们大家看一看以后，还在很紧张的时候，又发现一个更奇怪的事情。我们之前不是从那个出来嘛，然后很多身上其实还蛮多伤，但很奇怪的是，我们的伤，我们刚才
看了一下，看了你，看了你，看了你，每个人的伤都是五道，很奇怪，都是五道，不管有时候在脸上，啊，有的划到脖子，啊，有的是手上，但都是五道，很奇怪。我们在哎，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每个人都是五道，没有四道，没算，都是五道。我们就想说，不太对，我们可能那个时候铁齿过去的时候，跟人家骂说你干嘛让我塞车，结果可能这个人已经跟着我们了啊，已经有在跟着我们，而且跟到这个所谓三魂六魄不太精神状况不太好这个护士头上，那我们才在讲而已，然后他就发出那种声音的时候，我们说哎，人嘞人嘞，这个护士不见，因为大家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急救站都很忙啊，他说哎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见了？那我们大家就四处去找啊，是一边贴着绷带一边四处去找，就后来哎女生说哎好像有看到他进女生厕所，那女生的厕所是在。一个晚上在很后面那边，我们里面都没有人，我们男生女生就因为怕他也危险，不要让女生进去，我们全部人就一起进去，就找半天看只有一个门锁住，我们就叩叩叩叩叩叩，有人吗有人吗，然后但是我们知道里面有人，但是他就是不回，就是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我们看下面确实是有人的，他的脚在那边，我说不行，这样他怕他做什么事情，精神状况已经有点恍神了，我们几个男生就把用力把那个门踹开，踹开以后看到一个印象，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是那个护士，他就这样抱着，就这样抱着，然后这样一直抖，然后呢，听他说大概碎碎念，但听不到什么声音，就是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很奇怪的是，他这样在做的时候，那个灯是隐隐约约，就像现场这种状况，有一股蓝色的气在他的周围。我不知道那时候是错觉还是什么，但大家都有看到一整个这个所谓的大便街里面的，整个都是这种所谓的蓝色的光。然后我们这时候所有人虽然是大男人，我们就站在旁边，但看他这样很诡异，我们也你看我，我看你说，哎，要不要去叫他？要不要叫他？叫他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就说，哎哎哎，谁谁谁，哎哎，你还好吧？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忽然停下来，然后转头就看，然后他就讲，咪咪咪咪妈咪 ，Who will be dead first of all？他原来他是在点名，刚才那咿你妈一直是在点名，咿你妈你妈你莫 ，Who will be dead at first at all？ 就是谁会先死？他就这样点着我们所有人，大家看着他，他就点你 ，mini money more，Who will be dead first of all？ 他最后指到自己，指到自己的时候，他就笑了一下，然后就自己把自己手这样抓住。那我们大家看到吓到以后呢，两个大男生就冲过去把他架起来，然后呢直接拖到那个急诊室的那个病床上，这病床上不是都绑了吗？把人绑起来，他就整个就开始在那边扭，我们整个就把他绑起来，然后打了镇定剂，我打完以后，然后就一副又看到这个气吐出来一样，就把整个气吐掉，后来就慢慢的好，就慢慢好，但是之后呢精神状况还是偶尔有点不正常，但是慢慢至少没有像那么激烈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网络上查，就说这个人死掉，这个人到底是谁？结果原来是那一个周末有一个扑克大赛，然后那个扑克大赛里面，他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上一届的冠军，死在那边，所以变成说这个女生被附到的时候，她打牌打到非常大，所以是不是附身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永远记得点名点到她自己，她要自己附身。哇塞，那就是抓交替的一种。对。我觉得后来是好，破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太恐怖。二，三。好，破，请坐。不平静的水平面。那时候应该是民国差不多60年了，我45年生的。啊，我就出门隔壁哈，大家都同学嘛。哎，五六个就是哎，走吧，我们去双东那里有一个轮陀山哈，那个地方哈，风景非常优美啊。现在双东有一个那个桥啊，那个吊桥非常漂亮，啊，那底下风景非常的美，鱼啦虾啦哈，很多啊，那时候是还没有开花的嘛，处女地啊，在那边游泳睡啊，哇，睡过轻过垮，啊，那个叫轮陀山，或者叫轮陀山，它那个土哈可以拿来做墨嘛，哦，可以黑的，所以那个土哈底下是软的哈，你跳下去，很多人都初一跳下去，初五才上来，差了，差掉了嘛。啊我们都小时候天气忘记了嘛，天气热就是要游泳，游泳就是要带到那个地方，我们都从下午天气很热开始游到傍晚天是暗了，有点像冷冷的凉凉的，我们才会想回家，好啦，大家游游游各游各的嘛，各游各的，然后
游稳了游，我们大家都哦起来了，啊、哦，那在旁边了，换衣服了，换上，哎，找不到一个阿虎啊，哈、哦，直播间的阿虎啊，哎，怎么阿虎、啊、跟我们一起来，怎么都没有看到他、啊，哦，大家在那边等，这边等，哎，哦，他从最那个边边的地方啊，用完了吸给他贴了，我那鱼竿都夹不烂了，游上来看，哎，哦，脸色是白的。脸色白，那个嘴唇是黑色的。哎，这摸摸的身体，哇，冷叽叽啊，好像那种冷冻库那个拿出来退冰一样。哎呦，吓了一跳。我说，哎，阿武，你是出了什么事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好没事啊，没事就好。那就回去了。回去又七八点钟打电话，你叫阿良，我叫金龙啊。阿良啊，来姐来姐，我来七八点嘛，你冲啥？哎，来了，赶快来，很紧张。我就去到他家，他在洗澡，他给我看，他两个脚啊，这边有那个魔晶桃魂啊、嗯、这边有两个，这边有两个，我觉得很深啊，哦，哎呀，那破皮啊、嗯、你看我这个脚这样子上，哎哎啊，我就问说啊，你的卡钱了、啊、好像被什么抓这样子，他说刚刚好、哦、在靠近那个岩石那边，有的时候啊，我沉下去的时候要上来啊，我那种卡死啊，我再上来，有人帮我抓，一直往下抓，往下抓，我抓了快没有力气哦，但就躲来躲去撩起你啊，幸亏我爬上来了，所以后来没有力气，我吸那天油了，他说好像东西在抓我，我说哎呦，那以后我们这个店就不要去了，嗯，哦，你看这样子哦，好像恐怖啊，我们都不敢再去游了，然后哎，你看小孩子嘛，那我那才11、12岁，过了差不多4、5天，哎，天气热了，又想要游泳了，啊，我们说哎。那我们不要去那个地方了，哦，那个地方那么恐怖，我们去游泳池了。嗯，我们去中兴游泳池，我们草屯跟中兴哦，中兴先生很近了、啊，我们就去中兴游泳池，那至少还有救生员啊，嗯、哦，那安全嘛，又不会看到底啊。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找那个差不多2公尺左右深的就好了。啊，我们大部分在150公分那个地方游，啊，我玩那个铜板那个，我们玩在小时候铜板，铜板丢下去哦。啊，水先找到吼，那个人就吼赢哦，好像英雄一样。好，这次约了差不多8、9个人了。好，就去游泳池，那我开始，我就游了游，开始玩铜板丢下去了。哦，大家就开始游了游，再找，好，再玩到，哎，一样起来开始点名了。哦，沈丽玲啊，谁都说等，好，走，我们去换衣服。哎，怎么少了？又是少了那个阿虎啊？消失的朋友会再次逃过劫。小姐，您的外卖。来者何人？仙侠世界。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哎，那个阿虎怎么不见了？哎，他说：“哎，赶快，我们来找找看，哈、哦！大家又潜水下去啊，我们又回厉害了，游下去，游到2公尺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哈、哦！哎，看到三个人，哈、哦，就趴在那个水的底下，底那个底底下什么，面朝下，我们看，哎，奇怪，正常来讲，哈、哦，那会浮上来，他也没有浮上来，好像粘在地上，我们就赶快下去要把他拉，他还拉不动，我说，哎，我往下看，哎，他那个眼睛是闭着。”你说奇怪怎么样？哎，再往前面看一下，结果他那个脸呢、啊，朝下，在脸的下面呢、啊，又有一个脸。哎呦，那个脸头发哦，跟你那么差不多啊，不过他是比短了一点点了、啊，轮廓是没有很清楚，黑黑的，就像那个什么僵尸那个，啊，那个可能，哇，卡紧了。哦，我惊一下，哦，赶快往上游啊！哦，游上来以后，哦哦，我说，哎、欸，里面有东西，他被抓住了哦。刚好那个他们叫那个救生员来了，救生员赶快，哦，用绳子啊，然后绳子要准备丢下去，哎、欸，他慢慢浮上来，嗯，自己慢慢就浮上来了，浮上来以后，然后他把拉下，哦，拉到旁边去啊，那个救生员哦，急救啊，哦，人工呼吸啊，什么 CPR 都来弄，没有办法。来不及了，泡太久了，整个都僵硬了，都死掉了，没有呼吸了。啊，大家想说要走了，我觉得，哇塞！一看他那个脚啊，跟上次一样，不过抓得更厉害了，这次真的都见骨了。
哎、也是两个手的痕迹，这样这样，哎呀，还有点血的痕迹啊，这一边也是啊。嚯、哦，加些叉油，我到现在哈、哦，到了台北哦，不知道多久哈、哦，我才敢再游泳。嗯，谁讲的比较恐怖呢？是高群大哥呢，还是紧张大郎张启慧呢？觉得是高群大哥的请亮灯，一、二、三。恭喜高群大哥获胜，来来来，颁奖。吴家哥，奖片呐！哈，今天有你，哎呦，看台，阿来先好，哎，快快看麦，以花花写一双，没没，哇，我错一条，我听哇，我是惊着，哎，这双是要还本钱没有？我给这看起来奖品拿，哎，哦，这上面，自己照妖镜。